请收看《维新世界·易经风水面面观》。各位十方圣地些，大家高早，下昨昏啊，礼拜日，各位去外口行行看看呢。我昨昏所讲的这个呢，体验山河大地，各位唔在有去感觉到。若是无去感觉到，咱日常生活中间，咱嘛会使去感觉到。咱人生处处拢是道场，人生处处拢是修行的所在。啊，咱人生处处拢是爱修行啊！修行修正着咱过去偏差的想法，修正咱过去无智慧的想法甲行为。然后咧，依照正道去行，即是修行啊！正经咱一位信徒先生。以非常非常不满之心来到善佛寺，伊讲老师，天开那遐尼济米堂，吼，啊，拢唔做工课，拢走深山去修行，还是去倒位？我讲你是安怎那来讲？是啊，大家做啊要死，啊，因是安怎都爱去啊，好庙起起来，吼，你互人包红包，得供养，互人得安怎怎怎？我讲你错去啊！你错去啊！你知影一，唔知影二，唔知影三，唔知影四，唔知影五，所有拢唔知。你干那会晓讲？哇！我是什么遐干那遐滴修行，遐苦强安怎？我请问，你甲遐法师、修行的人，你供养布施偌济开无？我则无咧，无采我的钱，我无。你是够卡，你即个爱修行啊啦，爱修行啊！因为你智慧无智慧，你唔知修行人伊心会偌化无？你唔知，你唔知修行伊要去修行伊个目的是啥无？要帮助众生了脱生死，你知影无？你知伊修行咧，伊将所体验出来，伊后出来教人大众安心之道无？你捌无？真信道，明仔开去拍摄，老师。还是啦，我较早拢无想到遮个，所以我讲你，咱要袂大踢大个以前，你莫去批评任何一个宗门，你要袂觉悟到以前啊，你绝对莫去诽谤他人。那诽谤他人有一天呢，你一世人你甲他忏悔，你就袂了。所以我下次信徒咧，你以后你为这件代志，你一世人，你心怀来脑海来为这件代志过去的懵懂，为过去的愚痴，过去的无智慧啊，你一定会真正痛苦。在你心怀来，好，那像影如影随形，行到倒位就想到倒位就走到倒位出来。所以就以信徒先生啊，家己所哭出来，妈妈好，妈妈好。啊、哦！我讲你过去就过去啊，放下多多立地成佛啊。咱要出来修行的目的都是啥呢？那么充实各种的智慧，因为众生的苦恼、众生的无知、众生的贪嗔痴是有够多啊，有够多啊。那么唔知要如何来行才好，所以真侪人伊累世有发大愿力的咧，伊一生继续过来修行，然后咧将所修行的破除消灾解厄，度一切苦恼，度一切烦恼，厄运的妙法啦！悟到以后咧，那回归过来教导众生，社会就会和谐。若是你若未晓是一朝的想法，社会一定消灾消怕。那像深山那类动物咧，吼，一定是好啊，就消家。各位是方圣地些，好，咱有缘，咱来修行。修行的修正偏差的个性、行为、想法，然后依照正法去用在生活中，
真侪人甲人的调和，互相相关来，互相相关心，这是为修行啊。各位，好，咱心无形象啊，心无形象，事实上会表现在咱面头面前。咱心的想法了以后呢，咱会表现在咱的外面。所以，相由心生，相由心生。风水嘛是同款这个道理啊，风水。好啊，昨昏所讲迄个哈高科技迄位信徒，甲伊啊大朋友来，我讲我先服侍，好，即你去行行看看三感觉咧。又啊，老师啊，我看心非常的欢喜，好，心是真正安定。无想到咧，你甲讲我工厂有问题，我当然改了啊。哦，真正有下好海。那么我来到西文寺，来到咖啡厅坐哩嘛好，还是我下坐哩嘛好，看到佛祖五百罗汉的所在，哈、啊，那五百罗汉、五百尊者遐所在，你去看五百罗汉、五百的面相，但是拢共有一个佛心的，拢有一个心啊，佛心啊，清净，如如不动的如来，的如来性。所以风水嘛是同款啊，若是我上面写如来园布置唔对的是，吼、哦，这个无如法的布置是，恁各位来遮一定是将烦恼带转去尔，无将欢喜、幸福、快乐带转去呢。各位是方神理心，好、哦、佛法之妙、道法之妙、风水之妙，拢是完全是将拢塔做一个，那就夹做一个，那就根。有诶，红光、白光、乌光、青光，怎么光拢嘛好，夹做一下咧，嘛是为光嘛，融合为一。那么请问，啥人会当讲任何一个法门拢无伊精神所在？比如我传这易经风水诶法门，若是我传错去是啊，龙天护法无可能话讲到现在已经一千吼四百五十外集来咯。无可能的代志，嘛无可能在台湾电视历史上咧，哈讲遮尼一多，互大家应用伫生活上，而且咧，咱一看，你这真侪是风尘的事，一看了三年四年，拢一直看，到即摆来咧，啊充满着欢喜呀。所以各位，咱对一个法门无了解以前啊，咱无随便甲做一批评。你若做一批评以后咧，你有一天去悟到啊。这位师父啊，这位先生，这位老师所讲法，原来是这么殊胜的事，你敢若怨叹一世人，你就家己会拄着。各位十方圣弟子，归国主心法在台湾，归国主心法在台湾，已经二十多年来了。归国主的妙法。是要让咱的社会和谐，归国主的妙法，归国主的心法，是要让咱每个人做个得到心安。啊，归国主的妙法呢，是要让咱两岸会当和平，啊，会当让世界和平。所以归国先师啊，啊，伊传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妙法，无论在咱的天界、地界、人界，这三界的世界呢。拢是伫普利人天呐、啊！各位是方是利心，归国主的妙法在台湾，咱大家爱珍惜，咱大家爱好好来甲共用这个妙法啦。所以咱下就决定伫民国九十二年正月初一，哈，九十二年正月初一下午两点到五点，那么祈求世界和平。哈、哦！台湾归国主学术研究会，咱要成立大会，及哈两岸归国主学术研究会，咱的交流大会。啊，咱这个大会呢，咱伫南口体育馆三万六千人。那咱八十四年归国主传阳台风水学的妙法以后呢？啊，传教的时候，即马才有这好姻缘，甲各位诶，好介绍
贵国先师王禅老祖伊个大慈大悲个妙法。当今啊，哈，会当利益着人啊，哈，咱人会当得到社会和谐个妙法。贵国先师、贵国主个心法啊，一经风水个心法在台湾。各位是方式的先，咱过去的无知，过去无智慧的想法，咱来放下，咱爱向智慧的方向去前进。这即是咱《八节波罗蜜多心经》后壁所开始的决定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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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波罗决定、波罗心决定，还决定、决定，就来放下，搁放下，前进再前进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放下咱过去的五执。放下过去的无耻，放下，搁放下，你才会得到幸福。你只有放下者，放下过去无耻的想法，放下过去无耻的行为，你才会得到幸福，才会得到快乐。然后再精进，咱人来世间，咱才会白行的。万法归一，一即一即一切。好，咱一切法就是一在这条心。在咱这颗心，咱这善良的心，所以咱爱精进、精进、精进。咱所有一切法啊，咱真济真济法啊，咱各位咱会使呢，借助各种的因缘，伫世间体验各种的一切的善法、一切的妙法。所以啊，我将咱大师这一节目咧，吼，大师的节目咧，吼，我做些这四第一切个四千尔，要过较济，要过较济咧，到达几啊百千。诶，即个妙法啊，各位未来若是有需要的，咱贵国主学术研究会就将贵国主哈，即个贵国心、贵国主心法在台湾啊，一直地整理起来，哦，整理起来，咱这是互咱一种精进，了解世间的一切法以后咧，嘛会当了解天上一切法，世间的一切法了解无法解以后咧，咱才有法度会开悟。咱若世间的一切法啊，咱若足侪毋知咧，惊惊吓吓，糊里糊涂，颠倒梦想的事，你要得到真真正正的空界的妙法是无简单啦。所以，咱所有一切法会当应用伫日常生活之中的事，我相信咱心会清净，会和谐。所以，咱会当精进，再精进，精进，再精进啦。好，那么咱贵国先师啊，可能开始。放下五执啊，即是长生之道。放下五执，即是长生之道啊。放下烦恼，即是禅定之道。放下五执，即是长生之道。放下烦恼，即是禅定之道啊。各位，咱一个人身体若要健康的时，爱放下五执，无耻的五执。唔物假物，吼、哦！一己之私处，私处里拢是五执啊。咱人身体若要用，要得到长生不老啦，哈、啊！会当清净的本性的时啊，咱只有放下五执，咱人上惊执着。所以，咱的心无形象啊，心无形象啊，放下即是。你要找着心无形无相的心，你放下就是啊。放下就是啊，咱至于如何放下呢？咱啊放下五执，执着，执着。身体未健康，拢是五执所引起的；身体未和谐，五脏六腑奇奇怪怪，心狂火热，拢是五执执着，一直执。那安怎有可能会得到清净呢？然后得到长生呢？咱啊人烦恼烦恼未了，就烦恼烦恼烦恼一直烦恼，一时啊嘛是五执。五执才会烦恼，你有烦恼，你就禅定坐袂落嘛。所以你要坐禅定，哦，真正坐禅入定的时啊，无烦恼才我就入定，无烦恼就已经入定啊。你有烦恼坐甲足好看，嘛是无啥物路用啊。各位受奉圣帝师，啊，贵国先师的妙法普天下，贵国先师的妙法。满世间，啊，贵国先师的名法，在咱每个人的心中啊，名为贵国主，名为贵国主。若是一个人甲贵国主的法啊，看哦，伊伫深山哪来的修行的人，那么这就是捌一主主啊尔，
所以贵国先师妙法普天下，贵国先师妙法满世间，贵国先师充满着每个人心中的世界，嘛是咱所讲的佛世界啊。曾经有一位信徒先师，当时啊，伊真袂顺时，家内足袂顺时，伊就要求我遐看，伫南部，伫迄个婚姻的所在，我遐看，迄间厝是设计了真水，起了真水。我看伊起的拢全唔对起啊！我讲无我先生，你的所起的法啊，甲贵国先师所传的法完全相违背。第一，你装潢啊真水，并无代表这间厝风水就好。第二呢，你这间厝起啊遮大间呢，并无代表你家内的和谐。第三呢，你这厝起到这呢，吼，弯弯翘翘啦，九弯十八弯啦，并无代表你这就是种艺术啦。这位先生听着，面色变色去啊！我讲你这厝，你爱改，足侪拢爱改，尤其像你客厅面顶顶一个八卦，八卦天花板顶一个八卦，这安尼唔对去啊！咱徛家呢？咱的厅堂天花板上惊钉一个八卦，八卦钉了是啊，咱头壳咱的乌形，咱头壳智慧会袂开。那么这先生讲，人先生甲讲，神甲讲，我爱钉面顶的八卦，吼，这间厝呢，伊要入来时，伊就唔敢入来。我请问你歹事做遐济哦，无你哪能惊惊鬼惊阴啊？要无我老去做做歹事？是啊，咱人心啊，光明者，唔惊神，唔惊鬼，唔惊啥拢唔惊，天地拢唔惊。心啊，光明的时，心啊，有亏的时啊，你处处惊惊遐遐，念么大湖啊，念么大山啊，吼、哦，大只大张湖嘞，画大张的湖啊，大嘞，吊在门头顶嘞，画一个大张湖，你这心拢未安的人啊，束束八卦，啊，天哪，半夜叫人看不起。哦，理由就一大堆，到尾啊，迄就是放下，我都放下，我哩爱放下呀。伊讲，哈，伊就问啦，老师，这一点安怎啦？安怎？我怎等下？我怎无插？因为众生难度啊。我将好的妙法甲你讲，你唔相信，我摕真正雕皮互你看。你认为是鸟鼠啊？是假？因为平常时你鸟鼠啊、猫鸟鼠啊皮，你都看惯死啊。我摕这条皮搞你这正讲，你结果认为我这是假的，我就转来啊。过经过半年以后呢，哈，就举一支拐啊，插嘞，就走来先佛寺。因为老师啊，哈，请你来我厝我看，我无用去啊，歹势。哈，你的理由太济，放不下。我甲你讲，唔对就唔对呀！你理由一大堆，无法度，我还是无法度去。我去，你嘛是共款的理由一大堆，是不过我检讨尔，无法度放下。你无法度放下，你烦恼就足济啊嘛，哪有可能？心内安，任你修什么法，什么密，什么密啊，密嘛好，无密嘛好，光嘛好，吼、哦，安减生苦这样烦恼不管啦。你无法度放下，你我去，特指浪费时间。有需要的人，我不倒去；无需要的人，干脆做下干脆无无内容。我全然无参。当然，伊讲起来变一变真无自卑。但是你去，我浪费我的时间都无内容。就转去啊，真无欢喜转去啊咯。哈，搁转尔，就家己照我所讲的改改掉，就家己改啊，改改掉。只搁经过无几个月嘞，就来啊。迄阵身体也好啊，啥好啊？叫老师啊，请你过来阮家好无？我咧解好啊，系我解好啊，我来看，安尼我要来去啊。哈、哦，所以这信徒就欢喜啊，老师啊，我过去我福报无积足，我才去学着加一寡无符合无如法的道啊。所以各位是方诚之心，啊，恁真济，那爱我去给恁道。提供意见嘞，你啊，既然爱我斗三工服务的事，恁爱放下恁的五执，恁放下恁的五执，恁就会当得到长生之道啊！
若是你无到放下五执的时啊，你要得到长生之道是真困难。老师，唔是讲我真牛，唔是讲我真牛，我只是知影爱，我知影爱错伫倒位。所以啊，我才写出这呢，哈、啊，一间风水命名馆，由咱的研究会秘书长呢，黄宏石啊，黄秘书长，伊所整理起来，咱这陆续要一直的整理，算命发出世间，咱爱把握；命发出世间，咱爱珍惜。咱啊，珍惜者，咱会当放下，咱心无形象来讲，咱心安快乐，哈、啊，咱能真正幸福光明的时啊。心无形象，哈、啊，心无形象啊，放下即是啊。那么心无形象，放下即是放什么掉？放掉五执，放下烦恼，放下贪念、贪心，放下傲生气的，放下无智慧的，放下恨，放下怨，放下贪。真痴，吼、哦！各种的不调和的心念的事，我相信的，咱幸福光明在咱兜。啊！我相信咱社会的和谐啊，国与十方是一心。啊！贵国先师的伟大，贵国先师的慈悲，完全天地无我之心。下个道家之旁来到世间，传各种的妙法。看各种的真理，目的嘛是要予咱得到离苦得乐，要予咱会当学习着放下，学习放下，放下，学习精进精进。所以克地克地婆罗克地婆罗僧克地，这即是咱学这风水真道不二法门啊！好，咱今日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到这一段落，祝福各位合家平安。